Hello，大家好，我是静电鱼。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星座小课时间。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处女座。处女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的性格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把它好好的分析分析。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处女座它的本质策略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拆解，然后呢，秩序化。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这个处女座星座本质的东西啊。在我们了解了金牛座和天蝎座的这个本质真相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很想要知道一个在网上特别被大家攻击的最多的一个星座，也就是处女座，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处女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分化，对程序和秩序的追求。我们都经常说处女座呢是个细节控，是完美主义者。那么什么叫完美主义者呢？其实就是对细节程序性的要求。所谓的细节是什么呀？程序化细节就是把一个事情分得很细，分门别类，然后呢就可以产生出更精确、更细致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程序啊，对不对？程序化呢，就是把一块原木、一团面团啊，把它分成很多很多的东西，按照不同的时间段呢，依照每个工序呢，做不同的操作呢，最后很可能加工成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产品啊。所以很多系列产品，我觉得这就是处女座的爱好。它可以把系列的需求开发得非常的精细，所以呢，处女座呢也是一个非常有专业性质的星座了，所以我们会说处女座在工作上是很细致的呢。这个事情呢，因为它呢本身呢就有对细致的要求。什么叫做细致的要求呢？我们会想一想看，它对宫的双鱼座，双鱼座呢就像一大海一样，非常的宽广，是最好的容器。大家都知道，水是最好的容器，而海洋呢，就像无限宽广的胸怀，对什么样的情感都能包容，对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稀释。可是呢，处女座呢，作为双鱼座的对宫呢，它就不是这样的，它是12星座当中容错率最低的星座。对于处女座来讲，他天生的性格呢，就是我指出错误，我挑出问题，我时时刻刻都要挑剔和指责，因为我需要的是正确，我需要的是完美，我需要的是秩序化。所以网上对处女座的评价是非常黑的哦，处女座绝对是被网络黑得最惨的星座没有之一哦。不过身边的处女座朋友大多数都习惯了，也开始呢，甚至呢，来拿这一点自黑自嘲。所以说你会觉得很古板的处女座，其实他也是有非常幽默的一面的。如果你有处女座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蛮幽默的。不仅如此呢，处女座的朋友呢，他对生活的品质呢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我们可能对产品经理这个称谓可能有一些的熟悉，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产品经理呢？那就是对各种的细节的把握和掌控都很周到的人啊。那么处女座呢，就自带这一种产品经理的属性啊，它就好像自带一个放大镜的星座，它生活中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其实不那么一样啊。普通人会觉得说，哦，那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吗？就是普通人会把这一件事情想象成一个一，可是处女座不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一哦，可能会把它分类成100、1000、10000，因为它会带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处女座呢，它是在一个更详细的放大后的视觉后面生存的。比如说，你看到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可是呢，它看到的一棵树呢，处女座看到的这个树呢，它就是单是一块树皮呢，就够它研究半天的。树叶上的脉络呀，脉络里的细胞呀，细胞里的分裂呀。总之呢，对他来讲呢，每一个部分呢都有独立去研究的价值，也因此呢，处女座看事情是非常的复杂的，也因此呢，他又很细致、很认真、很谨慎。你知道吗？你要是站远了看的话，什么都是一，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就很简单了。对双鱼座来讲，可能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一嘛，万物都是一个一。但是处女座呢，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万物是1000、100、10000，甚至更多。
它就像主干上面分出来的分支，分支里的外面的再节外生枝。我们喜欢说语言学上有两种词语，一种叫上一词，一种叫下一词。上一词呢，就是指对事物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说明，而下一词呢，则是指的是呢事物的具体表现形式或者是更为具体的说明。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上一词针对的是共性，而下一词呢针对的是个性。处女座呢可以说是典型的下一词生活化的人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个朋友说今天中午我吃了鱼，那么处女座就会问，哎，你吃了什么鱼啊？海鱼还是河鱼啊？你吃的鱼是鲫鱼还是鲈鱼啊？你是吃三文鱼还是沙丁鱼啊？你是吃到鱼的那块中间的鱼腹肉还是鱼背肉啊？总之他会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细致。这个也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处女座能量的策略。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也太夸张了吧，就吃个鱼你问的那么详细。但实际上这个就真的是处女座他想要了解和关心的部分，他会非常仔细的去研究一些细微的差别，然后呢让这个东西呢分类更加的丰富，而且呢会更加的精准。对于精准的这个要求是处女座的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讲呢，人们会觉得一个处女座会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一般人会说，哎呀你怎么会这么来事儿啊？其实处女座真的不是真心不是为了挑事儿，而是真的就是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他去关注和分析。所以说呢我们会说处女座的人呢是很有洁癖的。这个洁癖是什么意思呀？我生活里呢有个朋友啊，他是个男生，他结婚以后呢，他老婆呢就经常说他这个老公呀，啊，平常好像也蛮随意的啊，会有邋遢的一部分哈，但是呢，他回家之后呢，洗完衣服呢，一定会按照某一个规律呢，某一个大小和颜色呢放在衣柜上面，每一天呢都会花半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把所有东西都弄得井井有条，按照次序和排列，东西都放好才能满意的睡觉。如果说呢他乱放东西呢，他老公呢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火很生气，因为这个秩序出现了失控。而我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位室友也是男性，有一次我去他的宿舍玩就深受震动啊，就是他把他的那个整个衣柜弄得非常的整齐，然后分门别类，折衣服也折得特别漂亮，我当时就觉得他比我还要细致讲究的多了，所以这个事情也影响到我，后来我的衣服呢也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把它折得很整齐漂亮，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对待生活，很有认真态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那么所以近些年网络视频网站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名为看完之后很满意的视频剪辑啊，就是说的那些制作奶油啊、蛋糕啊、食品啊，或是工艺的那些视频啊，它就会做出来一种特别有秩序的感觉，比如说都是圆角排列，或者一刀操作之后呢就非常迅速整齐划一的感觉。这种东西很受欢迎，也就说明了其实人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处女座的核心啊。所以说我们也会发现对于秩序的追求就是处女座最核心的特质。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些对秩序的追求，但是呢这个星座特别的明显，而且呢他追求那种有美感的秩序。就像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天蝎座很焦虑，他所有的底层核心都是因为焦虑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焦虑每个人都有，可是呢天蝎座表现的最明显。那么对程序的这个控制力呢也并不是说处女座独有的，但是呢相对其他11个星座来说呢，处女座一定是最显著的。处女座对程序的追求，对秩序的控制，除了空间上的、语义上的，也包括时间上的。这个时间范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未来的计划呢、想法呢，最好有一个明确而确定的态度，未来几号到几号几点几分要做什么，他希望是确定的想法跟态度。虽然很多商业人士可能会有这些基本的素质啊，但是处女座他更是骨子里的本能在推使啊。所以说有很多追求效率的 APP 啊、软件啊、这些工具类的手账啊、计划表啊、日程表啊、日记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
处女座会很感兴趣的，因为他想给未来一个确定的方向，不要出现太多的意外，有问题呢都要提前把它摆出来做计划。他们并不会回避问题，但是希望呢这个问题呢是能够确定的，能被正确表述的，能够归纳到某个时间的范围内去的，能用一种确定的方式去解决，那么这个就会让处女很安心。我们处女的焦虑呢最多呢就表现在对程序的失控的焦虑上面，如果对程序失控，她就会感到非常的崩溃。所以说呢，我们看起来很多的表现形式我们觉得好像无所谓，可是对处女座来讲，它就是一种灵魂层面上的追求。所以呢，处女座的人会有点像是现代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非常忠实的螺丝钉，公司企业里面一个勤勤恳恳的劳动模范啊。但是在某一个意识层面，其实他是非常的，只是因为他非常的尽忠职守，然后非常的追求这种内在的秩序感。我们说了这个处女座对秩序化、对程序化的这个追求之外呢，我们呢也要注意到处女座的一个特质，就是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过了，处女座他非常的拿着放大镜，他看到的每个东西的细节比我们要多得多，但是呢他可能呢会很忽略掉一整片森林的这个风景啊。而且呢他就会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显得有一些的这个目光短浅啊，所以他做事情可能会缺乏一些长远宏大的计划。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到处女座毕竟是一个土象星座，它更倾向于去操作那些可以操作的事情，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它是土象星座当中的一个变动宫星座，所以它是非常注重实际运用的效率的，他们非常的务实，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解决。你不要给我扯太多什么历史啊、来源啊、过去的、发展啊、源头啊、想法感受啊，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不能够有特别好的方式来解决它、处理它。如果说不能够处理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会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不管他的道理说得多好，问题如果指出来了就一定要去处理它。所以说呢，这个特点呢也带来了一些他的优点跟缺点啊。缺点的一面可能就是他可能会看不到很多大的趋势，可能在当下可能很短浅的目光就把它给否决掉了，可能看不到一些隐藏在下面的暗流啊、大的潮流事件的风向啊、或者发展格局啊。但是呢他的这种精细的务实的能量呢，却会让他在这个基层里面呢做很好的这个基层领导，他们可以去做一些特别实际的工作的行业啊，业务经理啊或者项目经理啊，这些实际做事情的那些人呢都很适合有处女座的特质，或者是财务总管呀，或者是秘书，或者是管家呀，这些都是处女座可以做的非常有条不紊、井井有条的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啊。然后呢我们要说到处女座的优势，处女座人呢他可以非常好的应付各种逻辑性的东西啊，很枯燥的数字化的东西，比如说财务会计啊，对数字的精确要求啊，科学家啊、研究人员啊、护士啊、医生啊，这些都是对细节数据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这个误差的东西呢，就特别适合处女座来干。那么在这个点上它是真的非常有用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处女座人的核心领域呢还是有这种对数字精确性啊、对秩序程序化、这种特别高的要求，所以呢会引申出来我们这个完美主义啊、要求过高啊之类的、挑剔啊之类的标签啊。另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处女座人跟人的相处啊。处女座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说是相对情商较低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被大家黑得很惨的，我们前面说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爱挑剔别人的错误。那实际上呢，处女座他并不是一个外向、非常外向的喜欢跟人接触的星座，很多时候他可能是愿意自己的内向的封闭的藏起来，因为可能真的认真跟人相处起来呢会让别人感到很多压力，而自己呢也非常不愉快。因为所以说处女座会有一种隐蔽起来的这样子的想法哦，会有一种隐士的态度，因为他会觉得我的生活跟你们的生活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我也很难说服你们跟你们在一起，我就情不自禁的要挑剔，要求很高，所以说呢不如自己对自己做好，自己关心自己，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口味调配得很舒服。
也因此呢，处女座的要求是非常精细的。他对服务的要求跟服务的质量都会很高。我的好几个朋友呢，他们出门旅游呢，都喜欢住最好的酒店啊。旅行中大部分的费用都放在酒店上了。有的人他就很不解，说为什么你不可以降低一下标准呢？普通的汉庭如家也可以住啊，为什么非要五星呢？但是呢，我的朋友呢就对此是不肯妥协的，宁可不出游也要保证这个酒店的质量的这个上佳啊，他就是这种处女座特质比较明显的人啊，因为对他来讲，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像放松跟享受，这个标准是不能降的。如果住在一处不干净、不舒适、设施不完备的普通酒店，就会怀疑卫生问题，就会紧张，就会焦虑，就没有办法放松去享受了。所以说呢，他们的这种对物质的需求呢，更体现于他们对于精细化的苛求，导致了他们需要一些高标准、高要求的服务。也因此呢，处女座的能量呢，有时候被认为代表的是一种挑剔，一种鸡蛋里面找骨头的精神，对细节很严格的把握和控制，会让他们变得不好相处。所以呢，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处女座能量很强的人的周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一直在批判你。对，在大部分的事情当中，他可能都会不停地指出你的错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爽，非常的不舒服，可能在大部分对事情上的严格精细呢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呢，在这个策略放到情感跟人际关系上面呢，就会是让人觉得很不舒适啊，因为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包容他人的不同之处，可是处女的本能呢，倾向于去批判和挑错、细化。弄出更多的区别和分别，而这个来讲，对处女来讲其实是蛮吃亏的哦。其实她根本不是说她本性在批评别人、挑剔别人、嫌弃别人，但是她往往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不友善，你很有攻击性，你就是在讨厌我，你在嫌弃我，你就是不接纳我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处女座也很委屈啊，因为她其实她会觉得说我是很客观的，我很冷静的，我很中性的。告诉你我看到的问题和现状，我也并没有说谎呀，我只是客观的告诉你，你也可以选择不改呀。但是呢，你如果说能改的话，那不是对你更好吗？我其实是为了你好呀，这就是典型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嘛。可是呢，一般人都不喜欢听忠言，对不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讨厌，于是矛盾呢就这样产生了，误解呢又这样产生了。所以呢，处女座的人呢，别人可能觉得他活得很累，你看你一辈子都带着放大镜在挑剔别人，何不像其他星座的人哈哈一笑，事情就过去了呢？可是处女座就做不到，因为就处女座的能量本质而言，他就不是随和，他就是喜欢清楚，他就是喜欢原本。一五一十把问题摊开来，然后呢，再把它分门别类的呈现在桌面上，然后呢，想办法把它解决掉。所以呢，这个可能带来问题啊，很多不能理解他们的人会觉得说，你这人太龟毛了，讨人嫌，实在是不喜欢你，你干嘛这么爱挑剔别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算关系远的人，你不能挑剔；关系近的人，你也不能挑剔啊，对不对？所以处女座这个性格真的是蛮吃亏的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把处女座的这个策略放到在这个质量产品的把控上面呢，就非常好。它就有个高要求、高标准、高细节，对吧？它对这种时间、空间的这个严格掌控，对这种秩序的追求，就会带来高产能、高效率、现代化的发展。所以呢，处女座是推动世界进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再说一下处女座呢，它在这个黄道十二星座当中作为身体的代表，它代表的是一种消化系统啊。我们知道处女座呢，它是水星的两个守护星座之一，水星呢掌管处女座，处女座呢对于水星这种智力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分解能力，就跟你消化吸收这样子的能力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会说处女座代表的是小肠，小肠是怎么样吸收你这个进入食道的食物呢？用的就是这个分解术啊，它是一点点的把它拆开、拆散，然后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呢，把它从一个整体变成很多细节，然后把它秩序化输送到各个有细节需要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在实际生活当中也代表着它一种拆解、分散、消化、分解的能力。所以呢，通常文字处理能量强的人哈，很容易就可以写出一大篇的文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水星强的人文章写得好，处女座的人呢也善于就表述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因为他可以很清楚地把它拆解出来，
然后把它里面内在的逻辑找到，然后把整个事情交代下来，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就是脉络很清晰的，线索很顺畅的，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也是处女座天生的能量之一。所以呢，他是欣赏清晰，喜欢那种分解事情到本质的态度。他可以把这些事情好坏都呈现在你面前，但是他要告诉你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这个要怎么样，那个要怎么样。在他眼里，他的一个点就可以拉出一个世界。那么也因此呢，他非常的擅长去分门别类，各种分类，然后大归大，小归小，圆归圆，方跟方，所以可以分得很清楚。所以说，跟一个处女座生活在一起，你可能也会被这些种种的细节打动。那么我们在说完这些处女座这些惯常的这些标签之后呢，我们还要说说处女座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动啊。其实处女座呢是十二星座里面唯一被确定性别的星座，它是一个以女性形象出现的星座。虽然在十二星座当中有六个的阴性星座，但是只有处女座呢是唯一被确认为女性的星座。而且我们通常呢都觉得处女座的象征呢是一个美丽的公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啊。而这个形象呢，其实对处女座人来讲，他自己也有形象的内化，他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高傲的小公主。因为是公主的人设啊，所以他呢就拥有一个矛盾的性格。一方面他非常自恋，因为是公主嘛，当然是非常矜持非常高贵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自卑，因为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他不能够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这可能让他觉得不够矜持，不够矜持，不够有价值。所以呢，公主都需要别人来请她干嘛才能干嘛，所以呢，她需要有一种仪式感的要求，她需要别人给她一个指令或者是一个请求，这因此呢，就形成了她一个被动的性格。那么她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这个丧失了主动性的性格条件下，她可能就会走向一个反面，就是变成服务，变成被胁迫，被遵从命令。因为只要得到一个命令，就算是一个很无理的命令，他也会尽量把它去完成的非常完美，因为这是处女座对自我的要求。他觉得作为一个公主，他必须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完美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童话故事的原型都是以公主为形象，对吧？比如说灰姑娘是公主罗娜，那么豌豆公主嘛，也是她可以细的能够在细节当中展现她这种公主的高贵性啊。所以呢，这个公主呢都是受尽了千辛万苦，最后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这种隐喻呢，就是处女座内心的隐喻，也因此呢，就形成他这种被动跟等待的个性。而因此呢，他内心有很多委屈呢，也介于他这种高傲死要面子的这个态度呢，没有办法呢去主动的表达。他所有的要求呢，都必须转个弯，都必须有个台阶下，才可以让他非常比较舒服的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也导致了处女座的情感模式的缺失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说处女座在感情当中呢是非常的不是那么顺畅的能量啊。我们来看一下星座的符号，星座符号上的处女座呢，在符号的那个尾巴呢，它是收起来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天蝎座的符号呢，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像恶魔的小尾巴一样。可是为什么处女座的这个尾巴却要收起来呢？大家可以联想一下，这个尾巴象征的是什么？尾巴象征的是一种性能量。所以说呢，处女座的性能量是收藏起来的，它是被动的，是隐晦的，是藏着的，所以它可能会带出来一种羞耻感。所以说呢，处女座的人他会矜持，因为他会觉得乱性跟淫荡是羞耻的。而因此呢，所以说一个人的月亮或者金星啊，这些星座落在处女座的时候，他在情感模式上的表达上呢，也会更加的被动和矜持，不会像火象星座那样非常主动的可能去追求，更喜欢主动的去表达，去发起情感的攻势，去展现这个生活中的热情啊。大多时候他都是在等待，在忍耐，在期待。所以说处女座这个能量是很别扭的，他这个东西他把这个主动权控制权交出去了给别人了，所以他内心就会有很多的内心戏，非常多的委屈。比如说他现在有了性的需求，可是他没有办法说出来，对吧？他耻于自己是公主的身份，他有一个高自我感。所以说呢，你跟处女座的人在一起相处，你可能就要注意到这一点，你可能要更加主动一点，去为他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一些给予服务一样的感受，像服务员一样的来做这些事情，让他们会觉得说
有种安全感，也因此呢，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喜欢给别人服务。他以给别人服务这样的方式呢，投射一个隐喻，告诉你其实我内心也希望你这样给我服务。所以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处女内在的这个情感的点啊，会觉得处女座好卑贱啊，好贱啊，主动这样服务我。其实他内心是想透过这样子一个婉转的方式告诉你，我希望你这样服务我。也因此呢，他在感情方面的保守、矜持、内敛呢，也带来一种痛苦感。所以呢，处女座他就有矛盾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金星处女的人啊，他似乎是很冷淡的，很矜持的。可是如果他一旦真的爱上你之后，他又会变得非常的卑贱，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就是只要你给他指令，他都愿意为你付出。所以说，我觉得处女座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星座啊。他会拿出，只要他对你有真心，他会拿出千百倍的这个服务精神来对待你，会变得非常的开放。所以处女座这一个被大家黑得很惨的星座，其实是一个很委屈的星座。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服务着大众，但是呢，得到的回馈却不多。其实，在大家我们，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处女座在谨慎小心的背后，是因为他的被动和矜持；在强迫化和秩序化的背后，是因为他这个对于秩序化的追求，对于程序化可控的掌控的需求。所以呢，理解了处女座的背后的核心真相，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心疼处女座。其实他真的活得很不容易，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学习呢，能够更去把握到处女座内在的能量。好的，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哦。然后呢，在下一次的课当中呢，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12星座的背后核心真相的本质。好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那么，金点鱼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Fidesin，我们下一次课再见啦，拜拜。